Hi，得唔得今次？因為我其實係由搭半開始就喺 laptop 度試，但係試亦都試唔到。你哋而家睇唔睇到係 live？啊，OK，有人入咗嚟啦，咁即係應該係真噶啦。Hey baby boy，因為我完全搞唔掂，我唔知佢想點。哦，但係你哋見到係橫咗嘅喎，Hold on a second。係咪咁樣啱啊？我調轉翻先。等我陣下。如果咁咧，咁又得唔得咯？Let me see what you can see. 而家係直定橫啊！你哋見到，因為我 unlock 咗噶啦，咁所以咧就你見到直定橫啊？見唔到啊？I don't know，not good 橫咗橫，咁即係一定要直咯，係嘛？即係一定要咁。Oops，個 mon 冇咗嘅，點解？OK。OK，得唔得而家？但好戇居咯，你睇下佢，睇下見唔見到啊？Say hi, Rosemary。Yeah，I know。OK，我同埋後邊嗰棵草一齊做啦。因為咧，我又係用咗下，I know，好耐冇見啦，TJ。我又係用電腦做唔到啊，一路上佢一路斷。有冇人知點解會咁咧？即係 so weird，因為我不斷咁樣 live，跟住十秒佢又斷，live 十秒佢又斷。OK，我買咗部呢一部嘢，見唔見到？Freestyle Optimum Neo，唔係Optium 啊，所以 Optium Neo。咁呢一部嘢係攞嚟做咩咧？係攞嚟測血糖嘅，OK，blood glucose 同埋 ketone monitor，OK。哎、我唔覺得自己靚咗，我其實我係啊，去咗日本咧，我係放肆嘅，OK？咁我放肆咗之後咧，就自作孽，當然個下場就係不可活啦。咁我就係傷風同埋爆瘡啦，咁樣，係啦，抵死咯！點解抵死？因為我食咗壽司咯。我雖然已經同佢講話 Charlie Show 咁樣，真係小飯咁樣，但係咧，我真係冇辦法，因為我唔知點解嗱喺香港咧係唔想即係好，我係喺香港，我係唔想食魚生啊、壽司啊嗰啲嘅。即係雖然喺香港你同佢講話小販嘅，真係會聽得明，但係咧因為個價錢好唔抵，我唔知你有冇見到啊？我冇 share 到內心同感受個 page 度，我 share 咗落我自己個 page 度咧係。一盤兩至三個人份量嘅魚生咧，即係 sashimi 冇飯嘅，OK？有咩咧？有三文魚子，有帶子，有吞拿魚，有一條仔嗰啲好似叫鯖魚啦，OK？好恐怖，即係成條跟住揾支撐插住，OK？都係成盤啊，都係講緊70蚊港紙，即係 technically 係69.4咯，因為佢1000 yen 咯。跟住另外咧。我喺嗰、那個就係新宿嘅，近佢個地址就係代代木咯，近，但係其實實際上係好近新宿。如果有人知道風雲兒嗰間沾面拉面喺邊咧，就會知我講嗰間其實叫三士咯，即係3 3 yes 啊，三個士即係額頭三士，1000 yen 啫，嗰碟2至3個人份量嘅刺身。咁你話我哋喺香港食嗰盤嘢，起碼貴，起碼5倍啦，7、5、3，最起碼講真。咁所以咧，我就喺香港唔係好想食。咁但係一去到東京咧，就真係好崩潰，好啦。咁跟住就呢一個海膽吞拿魚腩加葱，再加三文魚子當係講緊60蚊港紙，即係800 yen 咯。跟住另外有一個係乜嘢都有嘅 set，有
魚生，有吞拿魚，佢整到似懷石咁樣樣嘅，係120蚊港紙。即係所以去到日本咧，係第一有幾樣嘢一定唔會做啦。喺日本就係唔會輕斷食啦。即係雖然我而家係我翻咗嚟香港，唔會輕斷翻咯，好容易。好似我對上一餐就係琴日夜晚嘅12點嘅，即係 exactly 24小時之前，我唔肚餓，我唔想食嘢咯。係啊 ，and 喺嗰個再之前咧，就係30小時，即係禮拜五啊嘅夜晚6點，就跟住到禮拜六嘅半夜12點，跟住到而家都未食啦。好啦，咁咧輕斷食係好好啊，之前已經有提過，但我冇好專題咁樣講過。我覺得嚟緊係可以好專題咁講嘅，但係咧。我想俾你睇嘅咧就係呢一部 ，OK？ 咁我而家咧就會咧攞出嚟咧同大家一齊啦。我未拆噶 ，OK？ 所以我攞出嚟同大家一齊睇，去試呢部嘢係乜嘢。咁因為點解咧要講咧就係咧，好多人想生酮，咁但又唔知點樣生酮，咁係咪就係靠驗尿咧咁樣？嗱，但如果你好似我咁樣生酮已經有一段日子啦。咁我點知道我仲係咪喺一個生酮狀態裡面？如果你靠驗尿嘅方法咧，你係會好啊點講？你係會好啊沮喪嘅，因為你驗尿裡面嘅嗰啲酮體咧唔準噶啦。點解咧？嗱 ，technical 少少 ，OK， 容忍我少少，即係其實咧酮體咧，即係簡單啲講喺你。斷食或者輕斷食，總之你的身體認為你沒有東西吃，你在餓它的期間呢，它就會在你的身體裡面抽回一抽抽的脂肪出來。為什麼我是用一抽抽不是一舊舊呢？因為脂肪酸是真的一抽抽的，是 carbon chains 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叫做說譬如叫做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s 啊，或者叫做 long chain triglycerides 啊，這樣這個 chain 呢，它就是它由碳粒子掹住一抽嘅嘅 atoms， OK？ 咁呢個時候咧，你身體就會掹佢出嚟啦 ，OK？ 咁喺你嘅脂肪細胞咁樣就將佢掹出嚟，就將佢用翻啦。咁用嘅時候咧，係會變成三種唔同嘅酮體，生酮咪就係酮咯 ，OK？Ketones、ketone bodies 咯。咁有三種唔同嘅酮嘅 ，OK？ 好啦，一種叫做 acetone acetate。跟住咧有一種叫做 beta hydroxybutyrate， 嗱聽我已經好暈啦，係咪？跟住到最尾有一種咧叫 acetone。好啦，三種有咩唔同咧？點解要三種咧 ？OK， 我而家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解釋俾大家聽。好啦，當你身體冇嘢食嘅時候，即係佢認為冇嘢食，例如即係譬如話你輕斷食啦，即係啊我一日裡面可能我淨係食。8小時或者6小時或者4小時或者2小時嘢，咁跟住咧，其餘啲時間我唔食嘢，等於其實你瞓覺嗰段期間你咪輕斷食緊咯，其實真係咁簡單啫嘛。即如果你話喂生酮危險，咁你唔好瞓覺，瞓覺好危險噶咁樣樣，因為你瞓覺嘅時候你唔係食緊嘢，你嘅身體唔係就喺度掹緊你啲脂肪 ，OK 一抽抽咁樣扯翻佢出嚟用咯。其實點解你瞓醒會有口臭啦，啲人話其實係 acetone 嗰陣味嚟嘅 ，OK， 即係其中一種酮體叫 acetone。所以 acetone 嘅測試方法咧就係嗰啲呼吸機啊，就叫做呼吸酮體測試機 ，Ketonix 個牌子 ，OK。咁咧佢係任用唔嬲啊，因為好似阿差人吹波仔咁樣樣，咁咪揸住佢咁樣，咁我就會 check 到你裡面有幾多 ，but。它是不是最準的方法？不是、okay? 因為舉例譬如我由細到大我都沒什麼口氣，我睡醒我都不會有口氣的，因為我睡覺又會喝水，起身屙尿我又會喝水，總之本身我不是很有口氣的人，這個未必準了。好了，第二件事就是那我驗尿咯，驗尿好啊，這樣那驗尿是 check 什麼的呢？就是 check acetone acetate、okay? acetone acetate 就是它是其實是第二針的酮體來的，我稍後解釋下去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它是第二針。因為呢真正第一針，即是說你的身體覺得咦、啊、
老細唔食嘢啦，啊，咁我而家掹啲脂肪酸出嚟先咁樣。佢掹脂肪酸出嚟，佢第一下佢一 breakdown 拆出嚟咧，就係 beta hydroxybutyrate， 簡稱 BHB。BHB 咧，佢好特別嘅一樣嘢就係、是、咧，佢係任何細胞佢都穿透到嘅。咁所以點解咧，生酮有咁多好處？其中而家科學家發現咧，點解癲癇嚴重癲癇症食藥都冇用嘅，但係生酮會得咧？點解啲老人家腦退化到乜都唔認唔到，乜都記唔到，但係生酮一段時間之後個情況會好轉咧？嗱，原來就係同BHB beta hydroxybutyrate 有關。點解佢咁 powerful 咧？就是、因為當你嘅身體抽啲脂肪出嚟用嘅時候，第一個產生嘅就係 BHB 嘛。BHB 佢嗰個滲透力咧，係連我哋叫嘅 BBB 咧 ，OK 咩叫 BBB？ 我又多一組字啦，咁樣就係 blood brain barrier。你個腦啊，係一個好機密、好高度防範性的一個細胞嚟嘅器官嚟，佢係好慎重俾乜嘢嘢入嚟啊？你明唔明啊？因為佢點知道你會唔會入一啲哇大佬病毒啊乜嘢？所以隔離都好緊要。即使血咧，所以點樣叫做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咧？就係佢係隔得好謹慎嘅，即係佢要睇清楚你係乜嘢嘢，佢先俾你入嚟。所以咧。是會有腦炎啊，是會有呢啲嘢，但是不是那麼密，同埋唔係咁多。個原因就是因為有呢一重嘅保護網，因為你的腦是一個很緊要的細胞，你的腦每日咧係講緊喺你的基礎代謝裡面，佢用緊600嘅。Out of 一個正常女仔，可能一日係用緊1200的基礎代謝，有600，即接近一半係去咗個腦度。而你喂，大佬個腦係3磅3.5磅嘅啫喎，但你個身體其餘百幾磅都係用一半，而依個3磅3.5磅咧 ，OK 係用緊佔差唔多一半。好啦，咁呢個時候 beta hydroxybutyrate BHB 係可以順利無礙地咧進入到你嘅大腦，俾你嘅大腦所用。所以點解咧越嚟越多嘅依個科學實驗？發現就話：喂，點解啲老人家腦退化到乜都認唔到，食乜都冇用嘅時候，反而生酮佢可以逆轉翻正常翻，或者係好轉，好大程度嘅好轉，比起藥更加有效，就係因為其他嘢入唔到個腦 ，glucose 葡萄糖入唔到個腦，但係 BHB 得 ，OK， 咁所以。點解生酮咗之後，你會發覺你諗嘢係 sharp 咗好多？即係你以前可能會入咗，即係行咗出個廳，哎呀諗住揾嘢，但係死我揾緊咩咧？我唔記得咗啦咁嗰啲咧。或者你會發覺，我明明想講嗰樣嘢，我又講唔到啊！我又講下嘢，跟住我 get lost， 即係我成日都係咁噶嘛。但係生酮咗之後係會好咗，你個腦嘅嗰個 clarity 啊 ，brain clarity， 即係個清晰度啊，諗嘢思維啊，各方面會好咗，清晰咗。原因是哪裡呢？就是因為 beta hydroxybutyrate， 還有有些有 depression 的人、okay? 有 anxiety and neurosis 焦慮症啊、抑鬱症啊、bipolar 甚至、okay? 鬱躁症的人，咦，生酮了之後情況得以控制好轉了，為什麼？也都是因為它BHB 入到你的腦裡面呢、okay? 而對你的腦裡面的 chemical 是有調節作用，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真正想 check 嘅咧，係你嘅血液裡面嘅 BHB 嘅含量。好啦，咁但係點解驗尿又會驗到紫色咧？咁樣，譬如我攞一個出嚟俾你睇，等等。OK， 我的寶貝姐都陪緊我做節目，哎呀呀 ！OK， 好似依個啱啱冇耐之前驗嘅啫，等陣你見唔見到就食啊？
佢開始退色㗎，因為你知道其實佢 exactly 係要十點啊 outflow。嗯，咁樣會唔會好啲咯 ？OK， 見唔見到 ？Yeah， 係一隻比較深嘅紫色嚟嘅。點解會比較深嘅紫色咧？因為我對上一次食嘢係琴晚十二點咯，就係咁簡單，係啦。咁咧。如果你話喂，我一般人係咪唔生同佢唔開輕斷食？你絕對可以，但你會辛苦過我咯。因為當你係生同咗一段時間，你係生同習慣，即係 keto adapt 咗之後咧，咁你係身體已經習慣咗用你自己嘅脂肪，好簡單啫嘛。佢用脂肪，佢唔用葡萄糖，咁你嘅脂肪可以係外來嘅脂肪，又或者可以係你身體裡面嘅脂肪咯。即係有兩個講法嘅，即係外來吸收同埋身體裡面。咁我當然係想用我身體裡面嘅脂肪啦，所以我就唔會話要食好多好多脂肪 ，OK？ 因為我身體裡面大量，所以我都話啦，其實歷史上面最長嘅斷食係382日，我應該做唔到382日啦嚇 ，OK？ 但係咧，你問我閒閒地，我即可能我諗我幾個月唔食嘢啦，我都未使死，因為即係真係有好多脂肪嘅人裡面啦 ，OK？咁所以咧，如果你生酮咗之後咧，你慣咗用脂肪，即係你嘅身體已經慣咗掹嗰一抽嘅脂肪酸出嚟咧嘅時候咧，你係好輕易係可以去到好深色嘅。但係當然，如果你有食嘢嘅話咧，就唔會係咁嘅色嘅 ，OK， 會淺翻啲。同埋如果你食嘅嘢裏係有糖分，咁好啦。我較早前咧，我咪有影翻我每日出街食啲咩啊，跟住 share 落去生酮感受個 page 上俾大家睇嘅。其實個目的係做咩咧？就係話嗱 ，OK，we don't live in a perfect world，OK，we all know that。Hold on， 擺後邊唔得，因為太短啦。OK，we don't live in a perfect world，we live in a real world，meaning we have to go to work，OK，we have our lives。譬如我哋會出街同朋友食飯啦，我哋翻工同同事食 lunch 啦。咁你 pack 住個 lunch， 你點樣同同事出去食 lunch 咧？如果你話哎呀我孤獨症一回事啦嚇 ，OK。咁但係如果你本身有朋友有同事要交際要應酬嘅話，跟住喂要你一個人走去食飯，犧牲同同事嘅依、這個you know相處時間，喂咁我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出去食飯，是怎樣吃的，那我先 share 給你們看，就讓你們有個 idea， 你等我一會先，我要 share 回來生酮感受，讓你們知道。那我不是不知道外面煮東西，尤其中菜呢是有大量的、okay? 糖和生粉的，我明白，但是我們有一個聽眾叫做 Sophia，Sophia、okay? 我在你這裡， You know why I'm doing this， 因為呢我想你影相俾我，你瘦咗好多嘛？佢係瘦咗14 kg 啊！佢生酮咗以嚟14 kg 即係講30磅 ，OK？ Sophia， 你係時候影相俾我啦 ，OK？ 你影張相打格仔 ，OK？ 遮住塊面，我想 post。我有好多嘅聽眾嘅相，我嚟緊係會陸續咁樣 post 嘅，就係生酮前同埋生酮後嘅分別 ，OK？我自己的分別呢我陣間講，但係咧，即係講翻轉頭就係、是、我 share 呢啲相，唔係話喂你一定要跟我依個方法去食，即係或者食我 exactly 去依間餐廳啦，淡仔你就咁樣嗌，唔係，我即係俾個 example 俾你，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出去食嘢，你就係嗌肉同埋菜咯，好簡單，你嘅肉可以係豬、牛、羊、雞。菜基本上咩菜，除咗咩番薯、紅蘿蔔。紅蘿蔔好少得 ，OK， 跟住咩紅菜頭，即係總之喺泥土以下嘅嗰啲唔好食之外，其實大部分都食得都穩陣。咁你可能你肉同埋菜，即係簡單啲講，冇粥粉麵飯，食肉點樣食咧？食咗肥先，跟住再食瘦，再食菜，就係咁。當然你可以調轉，你可以食個菜，再食肥，再食瘦。你記住一定係食咗肥先，就係咁簡單嘅啫。生酮其實一啲都唔難。嗱，你話我嘅職業係做廚師，我要生酮，其實 suppose 比你哋更難嘅，因為我要試嘢食噶嘛，我要試味噶嘛，我唔可以，我以由細到大，即係我開餐廳以嚟啦 ，OK， 我教我啲同事，我都係話喂，你哋唔可以咧煮咗
就咁劈出嚟俾個客食嘅喎。你自己試咗，你試到你覺得好食，你先好拎出嚟俾個客食。咁所以我自己都係嘅。咁我簡單咯，我而家方法就係我試，我擺入口 ，OK， 跟住 OK 啦，掠出嚟咯，就係咁。咁我斷食期間都係咁噶，我斷食三日或者乜嘢都好，一日兩日，我都用呢個方法擺落口試味，掠翻出嚟。所以其實你點會難得過我啫？你想想你不吃東西的期間你還要試到東西入到你的口你又不可以吞你還要拿出來，所以如果我得的話你一定得的。如果 Sophia 可以瘦到30磅你們都得的。喂大鑊在你減肥前很久沒有拍照不要緊，你就拿你減肥之前一張照片和你現在的照片，我保證我不會出你的樣子，還有我不會說那是你， OK 放心。好了，那呢所以我會 share 啲相俾你哋，就咁解。即其實你食中菜又好，中菜我最容易，我覺得最易就係你最穩陣啦，應該咁講啦，就嗌一條煎魚咯，煎鯖魚咯，就是、最穩陣。食煎鯖魚夾加碟油菜搞掂。油菜如果你自己有帶油喺身咧，你可以走油。嗯，係啦，有冇蠔油？蠔油用唔用得 ？Depending on 你有幾 strict 咯。老實講，如果你係 cancer 嗰隻生酮，你就真係唔好咯，因為佢裡面有其實蠔油裡面加咗好多嘢噶嘛，即係嗰啲令到佢嗰啲咩濃稠劑啊 thicken 啊，令到佢結啲啦。跟住佢有加糖有成嘅，有味精嘅 ，OK 係啦。嚇 ，Peter Lee 49歲，之前190磅，而家147。相啊，快啲俾相俾我，之前同埋而家 ，OK？ 你唔遮樣，我幫你遮都得。我應承你，我一定唔會出賣你 ，OK？ 保護證人組一定會做嘅，你放心。我190-147即係幾多？190-147即係我而家夜深，我計唔到數噶啦。嗯，你計俾我即係幾多啊？好，你 upload to 我得，我計唔到數唔緊要，我繼續講正經嘢。我而家係好眼瞓，因為琴日冇點瞓。OK， 冇乜點瞓同埋我冇化妝，所以如果你見到我日本43，thank you。所以你見到我日本影咗嗰啲相咧，嗰、那個花灰相。哦 ，by the way， 我應承我要解釋咩叫花灰。OK， 係啦，花灰相咧係化曬妝 ，OK set 曬頭，跟住咧變咗個人，即刻變到好似好靚咁樣。OK， 跟住咧我影完出嚟咧，居然間鋪頭同我講話。我哋可唔可以用你張相做廣告啊？咁樣，跟住我心諗，你唔好收我錢啦、啊，咁樣。咁我唔識講喎人文。Anyway， 好啦，咁咧，所以其實你出街食咧，中菜我明白係最難，難唔係在於話你唔識得摟粥粉麵飯。我知道你識噶啦 ，by now 咧，如果你仲唔識嘅話咧，我就真係已經崩潰。但係即係譬如你係知道乾炒牛河唔得啦，我嘅揚州炒飯唔得啦，跟住仲有啲咩咧？例如。這個焗豬扒飯不行啦，我明白啊，你我都明白你明白啊，但問題是它醃的期間已經加了很多肉喺，加了很多糖同生粉喺裡面，咁你冇得叫佢我不要你重新幫我醃過不得噶嘛，咁所以咧最穩陣就買嗰啲唔使醃嘅嘢咯，例如咧嘅即係煎鯖魚咯，咁咪實穩陣咯，係咪？或者是魚蛋咯，牛丸咯，嗱嗰啲都穩陣嘅，咁但係。譬如我陣間我會落去食嘢啦，我陣間落去咁我會食咩咧？我會食梅菜扣肉咯。你話哇好多糖係，我知好多糖啊。但係因為我一日淨係食一餐咧，其實我真係有胃走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所以你係要咁樣諗咯。即係點解我成日都同你講，你哋要用 app 嗱。如果我而家咧係用個電腦做緊 live 嘅話咧，我就懟個 app 俾你睇，但我懟唔到，因為咧唔知點解電腦係做唔到 live。如果唔係都唔會遲咁多啦，因為我不斷 live 佢不斷斷，不斷 live 不斷斷，花生係唔得嘅 ，OK 唔得，係啦，係啊，其實你可以你同朋友食飯，你要食餸咯，其實好簡單嘅啫，你真係食餸得噶啦，係啊，你食餸你唔好食粥粉麵飯。唯有是這樣，還有你記住你嗌肉啦，你永遠嗌那些油那麼肥得那麼肥，譬如打邊爐最好跟朋友打邊爐，你就嗌肥牛，是啦肥牛，我不吃牛的 personally， 所以我有些棘手，但是我為什麼不吃牛啊？因為我覺得很慘咯，即是公牛就幫我們耕田，母牛就養大我們的小孩，然後我們還要劏牠，我覺得我們真的很
講啲比較粗俗啲嘅説話，好撲街咯 ，OK？ 咁所以咧，我就唔食牛啦，咁樣。咁但係我唔係阻你哋食牛，你咪食咯，唔緊要啦，你食啦咁樣。因為咧，我覺得牛好慘，但係依個係我個人嘅，唔影響你哋嘅 ，OK？ 咁你一般人，即係譬如羊肉串食羊，我以前食過齋嘅，你可唔可以想象？我有十年時間食齋嘅，但我十年時間咧，我係身體最差，我講真。跟住我爸講一句智慧名言啦，我爸同我講話：你嗰陣時身體好好多喎，咁樣。跟住，但係我係覺得啲動物好慘，所以我食齋。咁但係後來去到醫生同我講，你再食齋你會停經，巴拉巴拉。咁所以咧，我先你身體頂唔順，咁所以咧一定要食翻，咁食翻啦，咁樣係啦。咁咧，但係我係有內疚感嘅，即係 I must say 我食肉我係有內疚感嘅。所以我之前早幾日我在我自己的 page 度咧，即係女王 Pam 的 page，sorry baby， 咁咧我係 share 咗啦，喺日本喺東京 ，OK， 有個教授佢直情係教啦中學生去自己做培植嘅肉咯，好簡單嘅，係中學生都識嘅，係其實即係動物嘅 DNA， 咁你唔使殺佢噶，你就咁摸一下佢咧就得噶啦，跟住佢就教你點樣樣加衣加路啦。係啦，你就可以自己培植。我覺得我好期待依一日嘅普及，因為到時你係冇內疚感，你明唔明啊？同埋我可以不斷咁培植豬腩、豬腩同埋豬腩，因為我好中意食豬腩 ，bacon 咪就係豬腩。即係而家我有內疚感，因為我覺得佢係真係一個生命嚟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個生命嘅犧牲咗自己去成全你咯。所以我成日都話咧，生同你身體健康，你會長命，但你真係唔好係一個。仆街，今日講第二次，即係你唔好做一個賤人，你唔好做一個仆街，你真係要對呢個世界有貢獻，因為你嘅存在咧係好多生命咧犧牲咗自己，令到你可以繼續生存。OK， 所以咧，我盡量都做一啲 OK， what would leave my conscience clear 嘅嘢嘅，即係令到我可以心安理得嘅嘢。例如咩咧？又扯遠啲啦。OK， 我知道我要同你哋試部機，但係因為要篤手指啊，好驚，所以咧，你俾我 hea 多一陣先。即係譬如我有啲女仔朋友，佢做嘢好叻嘅 ，OK， 獨當一面嚇，揾錢又冇問題，做嘢又叻，跟住咧即係一人之上，萬人之下咁樣。但係佢感情生活一塌糊塗。咁我看了一些書，我覺得那些書很好，我覺得那些書很幫到她，即是 all she needs is to read it 這樣。我 send 給她，但我就被她罵咯 ，OK？ 即是我已經是，譬如我已經跟她說，我說其實呢，你不要理本書，你可能你有九成九的東西你 不同意，但你知道有 0.1 的東西你是 agree on， 或者你覺得 there is some truth to it。OK， 有少少嘅真體喺裡面咧，已經夠啦。我已經覺得我盡咗朋友嘅責任，即係因為我睇依啲書嘅時候，我係覺得頂，點解喺我廿歲嘅時候，我冇一個女仔朋友遞依本書俾我咧？你明唔明啊？點解冇人一個好嘅女仔 friend 同我講你睇啦？你不要再撞板啦，你看啦咁樣。我以前讀過一個短期的心理學的 course， 那個心理醫生那個阿 Sir 講好好，他話你想去學整蛋糕，你會去報 course， 或者你會買本書蛋糕食譜翻嚟整。你想去打 golf， 你會請教練。但係蛋糕整蛋糕同埋打 golf 唔係你一定會。遇到的情況，但是拍拖你基本上你一定會遇到的嘛，同埋拍拖會 lead to 婚姻，而婚姻失敗離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或者你不要說離婚，你就算拍拖失戀都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但你見到有很多女仔 ，OK， 當你以為好男人死曬，當你見到即係你拍拖拍到咧焦頭爛額啊，好慘的時候，但你會見到有很多女仔明明一個戰爭嚟，但係佢哋好幸福。即係成日喺度曬幸福啊，放所謂嘅放閃啊，同埋即係哇又話佢老公買依樣俾佢，佢老公又帶佢去邊度玩，又點點點嗰啲。
但係女生眼中覺得啲女仔好假㗎，你知唔知啊？覺得佢哋好扮嘢嘅，好姣啊，好賤啊，好乜乜物嗰啲。但係咧，但偏偏佢哋 they are winning， 即係我哋咁講 ，OK？ 咁我以前唔明嘅，同埋我嘅道德枷鎖好強烈嘅，即係俾我媽由細到大咧，即係咧。在個地鐵度指住話你大個咗唔好咁啊！即係人哋啲男女喺攬住嗰啲，你唔好咁啊嗰啲 ，OK？ 令到我係即係國語唔係，梗係唔係國語嚟，係台灣嘅講話，即係很堅啊！即係話我人變到好拘束、好拘緊。我係用咗幾十年時間咧 ，OK？ 先而家我係有一個英文初學就係 fuck it attitude，OK？ 依個係一個好緊要嘅 attitude 嚟嘅，即係。唔中意聽粗口，覺得哇好污糟咁，我冇辦法。But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put it, okay? Fuck it attitude。因為咧，如果你冇呢個 fuck it attitude 咧，你嘅腎上腺咧一定會報銷嘅。即係當你去到發覺你老細係會三更半夜都 send message 俾你，如果你冇呢個 fuck it attitude 咧，你係會即刻覆佢嘅話咧 ，you would die, okay? Your adrenal glands will go, will be busted 咁樣。Fuck it attitude 就係話點啊，大佬幾點啊？我而家唔復你，我使唔使死啊？我會收到大信封啊？我會俾人炒啊？唔會啊嘛，我咪聽朝先復你咯。咁就係咁，即係我身邊 OK 有好多啲好賤嘅女，講真好賤，即係好 manipulative 嘅，即係好操控性啊，揸住個男人喺個手掌中，玩弄於鼓掌之中啊 ，OK。從來唔使煮嘢俾個男人食啊，中意買乜就買乜啊，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但係個老公好愛佢，甚至係有未結婚嗰陣有幾個男人俾佢咁樣玩弄於鼓掌之間，但係我相反，我見到我呢個成功做嘢好叻嘅女仔咧 ，OK 係好中意個男人，跟住咧咩都俾曬佢。之後問個男人，個男人話 ：I don't want to b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you， 或者 I don't want to be in a relationship。咁所以咧，我就會將本書 send 俾佢 e-copy， 你睇啦咁樣樣。睇完之後，你覺得啱唔啱？你受用幾多係你嘅事，但我做咗我個 part。正如我喺度同你哋講生同一樣，我講咗，我盡咗我嘅責任。你要唔要生酮係你嘅事 ，OK？ Like I said, have said it many times。你唔好聽咗我講你就信喎。你聽咗我講之後，我只不過係國語所講嘅師傅帶進門，修行在個人，即係話我帶你入門 ，OK？ 即係所謂嘅師傅帶進門啊。但係修行係在個人嘅，即係話我同你講有生酮飲食依樣嘢。喂，你自己再做多啲 research 啦。你英文好嘅，你咪上 diet doctor D I E T 跟住 doctor 醫生 .com diet doctor .com。點解我係咁提嚟提去提依個 website 啦？因為上面嗰啲全部都係醫生嚟嘅，全部都係有非常之 OK 充實、豐富、浩瀚嘅知識。on low carb high fat ketogenic diet， 佢哋係所有嘅醫生喺上面嘅，都係依方面嘅專才權威 ，OK？ 俾我過之而無不及。你要聽就聽佢哋講。如果你話嚇英文啊，英文咁其實你可以裝 Google Translate， 佢可以幫你將 website 轉做中文。又或者你可以買一啲好似咁樣嘅書去睇。當然咧，依啲書未必一定啱曬。老實講，我都見到裡面有好多好錯嘅嘢。But 只要你有個心去做嘅 research， 早好過你唔知頭唔知路咁樣樣，跟住人講你又信，轉頭又有人講第二樣嘢，跟住你又會驚咁樣。即係我想講一個聽眾啦，我唔開名啦 ，OK， 就係咧佢咧，記唔記得上一集十月頭嗰一集，即係對上一集？我咪講咗1928 Belf Stephenson experiment 嘅 ，OK， 即係一個人類學家，哈佛嘅人類學家走咗去北極啊，
跟住啦就喺嗰度住咗十年，唔見咗兩年，啲人問佢做乜，跟住佢翻嚟 publish 佢嘅唔係 diet DR 啊，我要 delete 咗你呢個 site 係錯嘅 ，doctor.com， 我再 share 出嚟啦，唔好而家 share 啦，咁咧就。他回來 publish 他的 finding 的時候他就說、哦、那裡的人只是吃動物的沒有吃菜的這樣跟著呢人們說瘋了沒可能你挖眾取眾你求出位你亂這樣說就是那些東西沒人相信他後來他真的為了實驗為了證明他說的是對的他就被他們困在這個 Bell Hospital 在 New York 一年時間去證明人是可以完全只吃動物不吃菜咯 OK跟住我就揾咗兩個非洲嘅少數族裔，一個係非洲，一個唔係非洲。Osage 同埋另一個我已經唔記得咗個名啦。OK， 就係淨係食肉，唔食任何蔬菜嘅。但係佢哋比起佢哋嘅同地區嘅人係高嘅，男人係普遍高6寸啊，記唔記得？女人高3寸，喺非洲嘅嗰個部落，專淨係食依個犀牛。Buffalo 啊，水牛啊 ，sorry， 水牛 ，right，OK、okay?。咁我點解上一集我咁專題講呢樣嘢咧？因為有一個聽眾問我，佢就話咧，佢生酮啊，但係咧，佢哋佢就 send 條 link 俾我，就日本嗰、那個咩低糖達人咧就死咗咁樣樣，跟住佢同佢老公好擔心咁樣樣，可唔可以食少啲油啊？咁好啦，咁我覺得話其實佢問呢個問題。as 無知 as it sounds 其實是很多人可能擔心的東西 OK 那我就回答樣其實我接下來、okay? 是會講心臟健康、啊、我會講這些東西心血管、啊、膽固醇、啊、糖尿病我會講的但為什麼要浪費這麼多時間這麼多集都繼續要講生酮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根底你明白為什麼生酮生酮的原理是什麼我講來的那些你都一塊雲這樣的因為我講很多次你不要以為你做運動就可以解決或者說我吃一粒哇 miracle pill 這樣我就會沒事不是這樣你所吃的東西影響你的荷爾蒙這個才是一個關鍵並不是多少卡路里消耗多少卡路里一塊薯片的卡路里和橄欖油的卡路里和肥牛的卡路里甚至是草字肥牛定谷字肥牛卡路里都是不同的因为对你的身体的影响是不同的、okay? isocaloric 和 isometabolic 的分别、okay? 好了讲回转头所以我会 share 给你看、啊、我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样可能一天只有一张照片为什么说可能一天只吃了一餐有时可能会两张因为我今天吃了两餐咁咧，但我都想做一樣嘢，就係我想多啲斷食啊。即係 as in 譬如話，可能alternate days， 即係譬如好似 say 我琴日咪冇食嘢嘅，我24個鐘頭冇食嘅啦嘛。咁我而家可能我就耐食啦，咁樣樣。咁可能我係 every 24 hours 食一餐 ，OK。跟住可能咧隔咗一排，我就會玩下嘢啦，試下不如24個鐘頭食，即係嗰24個鐘頭裏邊，我唔限我自己點食 ，OK。跟住咧，之後24個鐘完全唔食，跟住再24個鐘食，意思即係你用唔同嘅 pattern 去嘗試，令到你嘅身體覺得啊，咦，阿老細又玩嘢啊，我又試下適應下佢先咁樣樣，嗯。咁但係對我嚟講，我琴晚點解會食咗嘢咧？個笑話係咩咧？其實我琴晚去咗深圳啊 ，by the way，OK。咁咧就係因為咧，我應該係去一個地方揼骨嘅。但是呢那個地方呢就由於19大呢那呢就被人查那呢查牌就不讓我進去樣那我就站在街上我又穿衣服穿得不夠那我很冷啦那樣即我只是穿了這件貓衫那我沒有冷那我很冷在街上那呢我又要 WiFi 因為我要通知幫我做揼骨的師傅呢我會遲我入不到去那我又冷我又沒有 WiFi後面那間餐廳呢有 WiFi 入了去又不動嘛但是呢你不要進去就這樣坐在那裡嘛那進去那我看到它有 minimum 那我就叫它吃咯唯有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但其實我昨晚
經過30個鐘頭，我係完全一啲都唔肚餓，係一啲都唔肚餓。我係可以好容易去到今晚，咁即係加加埋埋，可能前後會變咗50個鐘咯，係啊。但係50幾個鐘，50幾60個鐘，但係就係、是、因為個 WiFi 同埋個好凍，其實主要因為個茶牌，咁所以咧、我就食咗一碟豆豉鯪魚油麥菜同埋一嚿梅菜扣肉，係啦，就係咁啦。OK， 好啦，咁咧喺依一個24個鐘頭嘅斷食之後，會發生咩事呢？咁去咗一個人去，我去邊都一個人，我去東京都一個人嘅。咁咧就而家咧就係時候咧，同大家咧一齊睇依個 OK， 係 Abbott 嘅 Abbott 出嘅 OK Abbott 依部機依個牌子出嘅，佢可以 check 到 glucose 血糖同埋。Ketones， OK， 咁咧，阿 Grace Wong 其實我答過啦，係唔會變厭食症。厭食症咧，其實我知節目咧做到好灰，我成咧做到 at one point 我唔想做，因為點解咧？因為啲人不斷咁問啲問題喺狂 loop 嘅，即係正如厭食症呢樣嘢，我答咗。其實我之前厭食症係一個精神病嚟 ，OK。首先你要有精神病，你先會有厭食症。而點解會有厭食症呢？因為佢有一個 distorted， 即係一個扭曲嘅身體印象。佢明明係正常身形，但係佢見到嘅自己係好肥、好肥、好肥、好肥。所以咧，佢就覺得我要唔食、唔食、唔食、唔食，我先會變翻正常。依一個係源於佢精神裡面。有一個扭曲的自我印象 ，OK？ 我咧冇扭曲的自我印象，我照鏡，我見到我自己是一個正常人嚟嘅，我唔覺得我自己是天仙下凡，我唔自戀，唔似我以前個拍檔探長好自戀，我唔自戀嘅 ，OK？ 我會見到我自己，譬如話，咦，有啲肌肉咯喎，而家又或者話我照鏡，咦，側身好似見到有少少馬甲線喎，咁樣樣。我有正常的 perception， 我不會覺得哇我好肥哇我核突啊咁，我冇依、這個，所以我是自己意志力控制的斷食，並不是厭食症的人是他因為覺得自己好肥，所以不吃到一個程度是他一吃他就嘔，一吃他就嘔，或者吃咗佢真係扣喉，因為佢有內疚感。我完全冇嘅，我將一煲的依、這個梅菜扣肉放落口咧，我係好開心嘅 ，OK？ 或者食一條蒸魚啦，哇爽啊咁樣，蒸魚豉油好多糖。但 like I said， 如果你係我一日一餐，仲要嗰一餐完咗之後會翻去斷食嘅，你咪食咯，你明唔明啊？但係如果你話你唔係嘅，你係正常一日三餐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啦，你明唔明啊？所以你真係要睇咯，因為 like I said， 你每個人唔同，我。嗰30個鐘頭嘅斷食裡面，仲要做咗一次嘅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嘅，即係嗰啲好近嘅運動。OK， 係啦，斷食絕對係可以醫病，絕對可以。OK， 身體好多嘅毛病都可以透過斷食、輕斷食去 reverse。好啦，而家係去到我終於冇得再避，要面對現實，篤手指。OK。做咩要嚇親你啊？我個寶貝仔陪緊我做節目嘅，大家可以同佢 say hi 啦。Hi， Parsley， could you please say I'm not Parsley， I'm sorry， Rosemary， Rosemary say hi， hi 啦， hi， 你聽到樣幾勉強，眼瞓 ，OK， 即係個阿媽真變態，逼個仔 say hi， hi， OK， 好啦。你都要陪我癲一陣，因為咧，我係唔知條友點樣用嘅，甚至會唔會咧要叉電啦？我唔知啊！得人驚嘅，救命！其實我應該咧唔好用蒸魚豉油，用生抽，都唔係我自己整咯，出街食啫嘛。因為咧，我咧職業。傷害叫做即 occupational hazard， 我是不想煮嘢嘅，平時自己煮俾自己，所以我兩日先食一次嘅啦，我不知幾咁凍，因為我唔使煩到。
即係你真係唔明啦，成日要諗下食物啦，依樣嘢可能會好痛苦嘅事。同埋咧，除非我住喺日本啦 ，How does this work？ 打一陣嚇，我都話我真係未打開，同你一齊。你有冇一個超級低 V 版嘅介紹咧？即係你唔好幾廿版紙咁。Oh God！ Hold on a second. Okay.Test stripe， 喂，呢條友似乎好複雜，即係完全唔係想象中咁簡單。哦，已經有電嚇、啊，你過嚟幫我吉，唔好啦啩，大佬。係啊，斷食七日好啊，係咪咧？喂，呢個咩嚟㗎 ，Sophia？ 點用㗎 ？Oh my god！ 你哋唔明啊，我係好驚見到血嘅 ，OK？OK，、okay? okay, 紙喺呢度啦，咁係咪針嚟㗎咧？淘寶啊，我喺淘寶買，因為咧我行去萬寧嘅話冇 ，that's it， 我淨係去咗萬寧買 ，OK， 嘗試，好恐怖，驚啊！你記唔記得我同你哋講過我以前甲狀腺試過有事啦 ，OK， 嗰陣時候我終極噩夢嚟，因為每個月都抽血，唔要紙尖，即係點啊？喂，細路，等先，個說明書擺喺你上邊，你唔好喐啊！Sophia， 喂，有啲教用啊，喂，點啊 ？OK， 嗱，部機係咁叮叮部嘅啫，好細部，即係依個係我嘅手板，係啦，佢係即係我成日話食肉三安士咁樣，係啊，部機啦係。唔貴啊，喺呢啲一條條好貴啊。OK， 佢教我啦，而家 wash and dry hands before and after testing， insert stripe， lens test site and apply blood。喂，即係點啊？即係我而家搣出嚟塞入去，跟住吉隻手指落去啊？指尖咩啊？吉指尖上邊冇咁敏感，即係依度。喂，快啲啦！依度啊，定係依度啊？依度痛啲喎，即係當界選手吉上邊，救命！好啦，你打我陣先，我望一望先。佢又話要 set up meter 又成喎。啊，而家幾點鐘？幾邊一日關我鬼事咩？我理得佢啊！得啦，我就咁吉啦。OK， 你哋等我一陣，不時。探月針，我唔知道。喂，咁我其實使唔使用呢個嘅啦？彩月筆咧，我使唔使用呢支啊？定係因為咧，佢咧嗱，佢依度啦個說明書啦，你見唔見啊？佢就咁塞咗呢條嘢入去部機個 pat pat 度啦，就咁懟隻手指埋去喎，係咯。妖，啊，即係點啊？手掌嗰邊即係點啊？依度啊，依度冇咁痛啊？我嘅粉，你等一陣。總之我洗手先，等。好驚啊！唔好玩黑色。喂，唔好起身，唔好起身，你唔好搞你阿媽，而家好靚氣嗰啲。手掌嗰邊手指頭即係點啊？打針即係點？仔啊，睇先啦，你阿媽真係好忙嘅，你唔好而家嚟同我講嘢，我而家好崩潰緊。點解一定要用個支筆咧？但係佢張相又唔係咁嘅喎。等我嘗試著機先啦，不如我連著機都未識啊！你哋知道幾痛苦嘅啦，我對於。電子，咁係咪叫有電啊？
我好驚啊！出到血咪得咯。OK。但嗰邊又唔似好尖喎。嗯。科技依家嘢真係咧。我點樣可以令到佢吉到我出血咧？佢又唔似好尖喎。Mary electrician， 我個 friend 真係戰爭，幾有事咧？即係點啊？啊！我諗住示範俾你睇，點樣搞到你哋崩潰啊！我明啦，係咪咧？我要揾依支嘢吉到我爆光先，跟住先懟隻手埋去啊！我開始後悔買部機，我真係好後悔。但係咧，我都話因為咧，你係要 check 咧。好驚啊！哦，點解你一個人都識嘅？喂，等先，等等等等等，啊！我睇唔到留言啦，等等啊！即係咩點用啊 ？Sorry， 你哋今集其實唔係喺我聽緊節目，你哋喺睇緊我樣衰啊！仲要跌落地，唔通？咩啊？點啊？你哋咪好想跳出個門度，跟住救我咧？嗱，我聽，如果佢痛嘅話咧，我真可能抌 Q 咗部機。我講真，我而家係疼到咧，我連嗰塊膠咧，啊！阿媽日日用阿媽，唔驚點啊？係咪？等先，喂，有冇人知依支嘢點用啊？而家係咪即係就咁？佢有說明書啊，冇嘢啦。我啱先見到，驚。我發誓，我以後會備心機。嚇？仲要擺嘢入去？嚇？擺依個入去啊 ？Call me 啦，一定會痛。咁行喎？咩料啊？叫我打俾你。你哋係咪已經崩潰咗啦？睇緊節目。喂，我連開都開唔到喎！喂，你支針喺邊？OK， 個個都知道你唔知道，得我知道。而家點啊？我而家點啊 ？fit 唔到落去嘅喎。我唔想做人啊！啊！嗰日幾睇？我過嚟俾你吉。OK。唔係啊！我知道呢度有幾個護士喺度嘅，一包針邊叉度有包針。啊 ！Mother 沒有針喎，沒有喎。啊！老細，你真係唔好再玩我。老老實實，依係咪咩嚟嘅啫？採針唔係喎，喂，採血器喎，依個寫住。依隻黃色撳落隻手度，頭淨用頭先個黃色就得哦。OK， 咁依個把鬼咩？放支針落筆頭度，我揾唔到筆，我揾唔到支針啊嘛。咁啊，咪啊！等先 ，OK， 得，係咪我咁樣樣啊？而家反應唔好笑啦！你哋係咪咁樣？係咪咁樣啊？你唔好遲咗住先啦，快啲答我先。係咪？依個我好似識喐噶嘛？係咪啊 ？OK， 即係我咁樣掟雪機咁啊？嚇？
嗱，依度有個窿啊嘛，斷股係依邊啊啩，我蠢唔曬啦 ，OK？ 跟住依邊冇嘢噶嘛，咁之後我而家當係釘書機咁樣拍自己一下啦，咩咩否則好痛啊！依就痛啲，喂，咁振奮呢個消息。OK， 再問，跟住咧係咪就係懟落去？仲要 outflow 添，唔得！依度白色係咪啊？見唔見到白色啊？係咪係啦？見唔見到？係咪我就懟落去白色嗰點度等佢吸血啊 ？OK， 得，對唔住，我已經講粗口啦，已經去到。Love die you， 你話邊個位冇咁痛啊？依度啊 ，Sophia 係咪依度啊？依度啊？喂，開機，你都鼓起勇氣先得㗎。啊？是不是吉這裡沒那麼痛啊 ?Sophia 答我了快點啦。這裡。阿 Ray, 你不要答我，我問 Sophia。不痛騙我了你。是不是吉這裡啫？這裡肉厚一點嘛。但是我吉這裡都應該沒那麼痛的，手指實痛的，你點我。開機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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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機我就會成為死過的，因為我怕是沒電的。我插了紙啦。俾啲反應先得噶，就得 OK。吉邊啊，手指。冇釘書機咁嘅喂，中指頭。邊度出得血最多係邊度？咁姨媽啦，等我陣先。Sorry 啊，開始變態啦，我個人。我吉咗咯喎，但系咧佢唔痛嘅，點解？冇喎，冇血出喎，嗱，我俾鐘先你睇啦，你睇下，咁點啊？佢唔出嘅，我懷疑咧。唔好笑啦，你哋，因為咧佢咧支針咧嗱，佢吉唔到噶，即系咧你見到係有支針喺裡面，但系咧我緊整唔到支針出嚟啊！哎呀，巧很討厭，我著咗機啦，跟住依個又老點，我又冇針，我一開始咧。發老皮就求其揾樣嘢插自己算，夾實啲肉啊！我真係千祈唔能夠有糖尿病，我話俾你聽，因為咧我係會崩潰。你十分鐘內到，哇！有啲咩可令到自己血出血嘅？請問玻璃冇得啩？啊！因為咧，依盒嘢似乎係好似冇講點，哎，唔係會有講點樣用？How on earth do I do it？ 先參照說明書，我參照緊。單手或者雙手打開帽，保護帽，我打開咗啦，好似。跟住揸住隻手指，跟住咧發射，哦，發射，菜刀玩呢個人咁好。懊悔，我想叫我姐姐幫我手，但系我嗱老老實實，我真係咧，我嗱你睇下嗱，我冇呃你嘅，我撳到盡咗咧，支針都彈唔到出嚟嘅，同埋咧，我後邊呢度咧褪嚟褪去咧，佢都唔喐嘅。不如講其他嘢，等 Sophia 到。嗱，老老實實，我後面真係有個針線包，未死過好似。不過會唔會？啊，唔緊要，我有酒精。發嘅，等等。OK， 喺你哋崩潰之前咧。我已經
我知酒精同埋真係繡花的針 ，not that 我識繡花。OK， 阿仔你唔好嗌啦，你阿媽而家有血光啊。咁咧，揾一支唔好咁油，唔係唔好咁粗嘅先，等等。仲要揀嘅，同埋我仲要消毒㗎。OK。都話消毒咯。開機。Come fuck on， hold on。Come on。開啦 ，you。你哋可唔可以想象到我平時喺屋企係點樣樣？係勁恐怖咯，真係。但係而家部機好似唔著啩。搞完一輪之後，唔好亂，唔好亂嚟好啲。喂，部機咪唔著啦？但係唔使驚，佢係 USB 㗎，佢。咁所以咧，我一樣有辦法整著佢。但係咧，我要揾翻條線出嚟先。嗯，阿仔，你擺翻條 USB 去邊？咦？哦，你俾翻我，你唔好攬住，俾翻我先，乖，等等。冇電啊，部機。係啊，保證著機先啊！如果唔係，真係 seven 到唔幸啊！即係你搞完一輪之後咧，血都出埋啦，居然咧就唔使 USB 得噶，跟住咧居然咧流曬血，但係 check 唔到，你話真係就真係可以俾人笑一萬年。話啦，得啦啩 ？OK， please work。看我 live 咁多次，最好笑呢次。但我而家寫住 PC 喎，再插一次就得。哦，佢仲係寫住 PC 喎。啊，得啦，得啦，得。OK， 好。OK， 我而家喺鏡頭面前獻出我第一滴血。OK， 我平時唔生倒刺嘅。OK。我吉邊啦，好冇？我吉邊。我吉咗，但唔夠深。妖！我逼極都係咁，都係冇血出。你見唔見到？我吉咗噶啦，有冇人見到啊？好似恐怖片，快啲出滴血嚟咯！哎呦，I look like， 大力啲，得好，指頭先容易出血，哎呀，指頭啊指頭，唔得依部機，我就要識學識用。我真係我係冇可能自殺嘅 ，by the way。而家開鏡頭前面，我講埋依一句，即係如果有一日咧，我瓜咗咧，如果我有一日咧係瓜咗老襯嘅話咧，你絕對可以相信我一定係謀殺被謀殺嘅，我絕對唔會啊，好痛啊，係自殺嘅，好痛啊！出唔到血啊，點算啊？我吉咗兩個地方啦，自殺真係唔容易，我真係冇血出喎，冇喎，咁點啊？我揾我啲仇人嚟幫我，一定會喺哇哇哇哇咁樣，
係咯，平時 paper cut 都得，廚師厚皮會多謝曬。喂，我真心咧懟咗落去咧，但真係冇嘢出喎，咁點先？其實我都冇跟，有啊，我真係吉咗啊，有窿噶。我個姐姐瞓咗未啦？我姐姐應該相當不滿嘅對我，我叫佢出嚟幫我手先。唔好啦，你瞓緊覺。點啊？用嗰支針槍啊？用剛才黃色的舊攞新的。哦，連繡花針都出埋都唔掂。我今日自為冇血光，師傅話又唔可以用翻剛才嗰個，今日好唔環保啦喂。無名指會用嘅，支針要今日先。嗱，依一個咧，同我依一個咧，唯一一個分別就係咧，係你行過嚟都到咗，就係、是、我掹咗佢套啫嘛。但佢係都係唔懟支針出嚟，咁點咧？可以，真係冇喎，支針唔會彈出嚟嘅噃。支針要擺落支針。針槍度曬咗兩碌，但我懷疑個針槍嗰個唔係依隻嚟嘅，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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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頭先點開嘅話，隔住門睇都驚，因為頭先個動作喐個支針。有些可能要跟50次我處先到。哦。我開不到啊。我真的想篤的了，你不要這樣了，用手壓住在手指頭，這支不是用針槍，一盒試紙。你說那些叫什麼，那些粵語殘片呢，說就是那些呢，那些浪費氣，沒可能。我連領都領不開，如果你一套買就啱用，我是買了一套的。即是你意思說我知道我現在打開跟著直接拍下去，我已經浪費兩支了，如果我再浪費第三支的話，我真的會崩潰的，說真的。 OK， 試啊啊啊，血了血了，真的有血了今次，但其實不痛喎，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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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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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用的，我懂得用了，開心了，你們看到血了，其實我每個月都看到血的 by the way。 Oh fuck sorry mind my language， 那血啊，OK， wake up，你不要說彩血不足的靚仔，這個是不是在 check 的感覺，在那裡斬著，是不是恭喜了，其實真的又不太痛，說真的什麼意思啊，斬著放了咯，哎對不起說了錯了，我是調轉了入，
等等等等等等。二七即系咩啊？二七即系咩？叫我滴血咪滴咗咯喂！我隻手指仲可以隱隱作痛。Error? Oh no！ 我咁多血，從頭再做過。獅子好貴嘅，你知唔知道？嚇、啊！紙放入機先啊！部機好沉，唔係係我個人啊，主要係 OK。部機入咗去先 ，OK， 仲有血出緊嚟嘅 ，good news， 唔使急多忙啊！嚟啦，出！出多啲血，出大啖啲 ，yes，go go go， 你總之唔好要我吉多錢乜都得 ，OK， 耶耶耶 ，come on，come on，hurry up，yeah，go man，go go for it， 咁點啊？而家 E3 即係咩啊？啊！我的又係 error 兩條咯，我嘥咗。Okay, the meter displays ketone.Results in millimolar， 咁呢個我知道。嚇、huh? ？Bring the blood drop to the white area at the end of the test stripe. The blood is drawn into the test stripe. Blood to test stripe until you see three short lines on the meter screen. 嗯，冇啊。That means you have applied enough blood. Too 太少 Okay, great. 真係爆多鑊光先得，我已經嘥咗三碌啦。Okay. Ah.呢啲咧一條咧係幾廿蚊，誒唔係幾廿蚊嘅，有冇幾廿蚊？兩蚊美金啊，三蚊美金啊！Frustrating！ 試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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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過嚟，冇乜嘢，冇叫我再拆，又似你真，嘥下姐時間。指方向啱啊，係啊，要啱啊。再嚟。得啦啩，今次斬緊燈，如果再唔得咧，今次我真心放棄啊！
佢仲斬緊喎，手放開，係咪噶？但佢仲斬緊嘅，我唔止一滴血啦。有必血啊，有必好大，你諗我的手指已經咁啦，而家花曬，知唔知啊？唉，唔得喎，佢仲係繼續咁喺度漫無目的咁喺度斬我。If the countdown does not start, you may not have applied enough blood to the test stripe.See test stripe instructions for use for re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要好大滴，我已經很灰，係吉咗一又吉咗一嘢，痛不得止，仲要係又嘥咗。我是放在吸血位上面，我是啊，有啊，要必大滴啲先放埋張紙度。OK， 得好，再嚟。同我有仇嘅人咧，睇呢一集節目已經好解恨啦，哈哈。OK， 係啊，等佢吸入去啊，我諗住佢夠噶啦，唔夠啊，我好肚餓啊，部機。即係我逼到好大滴，等姨媽嚟先搞啊！如果姨媽啲血得我，唔使咁辛苦啦。玩曬我成隻手指啊，花曬啦！唔係啊，佢話會有個 countdown 噶，救命啊！即係有冇咁難整啊？其實咧，同部機冇關嘅 ，I must 即係好 honest 咁講，係同我個人白痴有關。要聽到 beat 一聲，你又知道我部機有聲嘅。按手指令，哦，指頭充血，我記得。嗱，我而家搏 Q 曬老命咁樣樣咧，撳住支針 ，OK， 跟住咧，嗱，好大滴嘅血啦，見唔見到？好大滴。見唔見到啊？好多血，見唔見到？死死死死死死死！我喺幾個出口、幾個傷口一齊出緊血，你見唔見到？死啦！流咗落我自己手指度添，別企啦！流啦，夠唔夠啊？飲到你夠為止啊！啊，有啦，有 countdown 啦 ！Bloody hell！耶！哇啦！我終於成功咗啦，各位觀眾。OK， 係搞到咁樣樣之後，我終於成功咗啦。OK， 哇啦 ！OK， 就係啦。我搞咁多嘢，我靜，小心翼翼都，我而家見雲啦，個白姐，好似嗰個被波子搲親嗰個大陸男仔咁樣樣。OK。我而家開始可以獎勵我自己，我就要飲我嘅奶茶。OK， 我係想講呢個 1.8 嗱，正常人呢，如果你去測血糖呢 ，My God it hurts。OK， but I'm OK， I'm fine。OK， I'm fine。咁咧就係 0.5 至3啊嘅 millimolar， 就係你想要嘅 range。OK， 0.5 至3。兩位護士同埋醫生，我知道你哋喺度，你應該聽到我講乜係咪？
我冇講錯嘛 ？OK， 係啦，血酮咧0.5至3係一個好健康嘅 range。如果你是長時間的斷食，即是講緊2、3、4、5、6、7日啦 ，OK， 你是會高過3的，但係 it's still good, it's still healthy， OK。如果咧你係咧，如果你係冇胰臟，或者你的胰臟是爆咗鑊，即係壞咗，即係第一類糖尿病人的話咧，你是有機會去到好高好高好高。但是如果你只要 keep 到你的 range 在0.5至3呢，你都是不是血糖啊，这个是 ketones 啊，血酮啊，酮啊，酮体啊，你看清楚啊，啲人又是呢自己失驚無神撞入嚟之后呢又在那里亂咁讲嘢，见唔到 KET 啊， ketones 啊，熄咗機有冇搞错，你可以開翻機，快啲 ！crap 唔見咗啦。OK，anyway 啦 ，ketone，K-E-T，OK，stands for ketone bodies。ketone which is 呢個 beta hydroxybutyrate， 即係血裡面嘅血酮啊，係8.1 millimolar 會嚇死人咩？大佬點會8.1？8.1 我應該哇 ，Sophia 帶我睇醫生咁樣樣噶啦，唔會啊。OK， 係1.8。Like I said， 正常人嘅 range 咧係 from 0.5 咧至3。如果你係 on ketogenic diet，yes，OK， 係啦，我喺淘寶買嘅，因為點解咧？我都話我萬寧買唔到咯，跟住我冇時間心機走去揾嗰啲咩醫療用品鋪咧，咁所以咧就。見到呢個牌子係信得過嘅大牌子嚟嘅 ，Abbott 嚟嘅，同埋咧其實咧唔係咁難用嘅，係我啫，即真係個問題係真係我嚟嘅 ，OK， 咁所以咧都調轉頭你睇我嘛，係啦，即係咧你哋都試下整部機翻嚟啦，咁咧就久唔久 check， 你唔使 check 得好密嘅，你咧可以咧 say。I don't know， 一個月 check 一次，兩個禮拜 check 一次，你唔介意搞到咁樣樣咧？因為我吉咗幾鑊先搞到咁啫，係啦。但係咧 ，it's a good experience， 因為咧點解係一個 good experience 咧？你知道你自己冇錯，你知道你自己做緊嘢係啱嘅，即係正如秃鹰咧同佢當年嘅警隊人員講：你哋冇做錯咁樣樣，係啦，你係冇做錯嘅，係要做嘅。OK， it's good for you， so that you know that you're doing the right thing。點解我唔驗尿咧？咁樣，因為咧其實咧你驗尿嗰隻酮咧係 acetoacetate 咧，佢係會 recycle 嘅喺個身體裡面。尤其當你咧生酮耐咗之後咧，你嘅身體你嘅腎啊已經慣啦，你日日都係咁噶啦，咁佢已經冇乜反應嘅。咁所以咧，你最好最有效嘅方法咧。就是測血酮，血酮即是真的你的肝呢在你身體抽回的脂肪，即是 like I said 那一抽的脂肪它拔回出來，跟住第一次一轉呢就是轉了做 BHB。 那當你的身體呢是在 between 0.5至3 millimolar 這個範圍裡面的話呢，你基本上是 you feel like you can conquer the world， OK， you feel like you're at the top of your game。 即是我不知道我做了多久節目啊，今天啊，現在啊，但是呢我簡單一點講呢，就是呢我今次去日本是啦，發生了什麼事呢？ I feel like I am back in my early 20s。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是佢影完相出嚟，跟住咧，人哋就啊你好靚，我啲相影得咁樣樣啊，我哋可唔可以攞嚟做廣告啦？頭先講過啦，跟住咧第二日我走去竹地市場咧食壽司咧，走去埋單咧，跟住佢話我聽張單已經賣咗啦，咁樣隔離嗰位先生幫你賣咗，唔咩？點解？我食咗好多嘢喎，好唔好意思咁樣，跟住就係咯。在條街上行，突然之間有啲後生仔走過嚟聊你傾偈，但係佢唔係我知道你諗乜嘅啦，聊生意嗰啲唔係，佢亦都唔係嗰啲即係揾你去拍鹹片嗰啲唔係 ，OK， 係即係係咯。跟住咧，我諗起次公嗰句，你生唔生得佢出啊？咁樣 ，anyway 係啦。咁咧 ，you feel great， 簡單啲講
OK， 你的皮膚會緊緻翻，你會發覺你唔使好辛苦都可以著翻你好多年前嗰條中誒好多年前嗰條牛仔褲嚇、啊，你唔使著 girdle， 你唔使著嗰啲咩束褲啊、腰封啊，你唔使著嗰啲，你都可以著翻啲好貼身嘅衫，同埋咧你個身體狀況係好好多嘅。我翻嚟傷風啊，同埋生粒瘤啦，係自作孽，因為我在日本期間，我的而且確係破銅嘅，我認嘅。所以咧，經過今次嘅教訓咧，我係唔會噶啦。翻嚟進入翻生酮狀態之後咧，個人嘅精神係唔同曬，個人嘅感覺係唔同曬。我最近嘅桃花遭遇咧，恐怖唔止係你張單埋咗啦，同埋撩你傾偈啦。我唔係講緊咩歌舞伎町嗰啲地方，我係講緊明治神宮啊 ，OK 出邊啊，跟住。同埋依個竹地魚市場，包括好似琴日咁樣，我喺深圳，我個個禮拜都咁樣上去嘅啦。跟住咧上去，我喺度等 lift， 跟住同有個人同我一齊入 lift， 一齊上去攞嗰啲所謂嘅手嘅時牌咧嗰啲咧。跟住我喺度沖涼，就有個女仔入嚟問：幾多號幾多號時牌係咪喺度啊？咁樣樣，你個男賓等緊你。我話我冇男賓喎，我自己上嚟嘅喎。咁樣佢唔係喎，佢噏得出你嘅時牌係咩3096喎。我話我唔識佢噶，我同佢一齊入嚟，佢見到我個時牌咋咁樣，跟住我就話佢突然噏得出，我話都話我唔識咯咁樣，跟住我話你陪我一齊出去啦，我好驚，我唔識嗰個人噶咁，即係咧，如果有聽開我節目有一段時間，或者係有去我個 page 嗰啲人知道咧，我依個世界上面我最驚嘅就係痴漢 ，OK， 跟住我入咗去之後咧，我坐低咗按腳仔嘅時候咧，佢走埋嚟幾次。話要同我一齊坐低啊，要傾偈，要成嗰啲咧，勁恐怖。跟住好彩幫我按嗰個係一個識咗好多年嘅師傅咧，即刻問佢，即刻即係你明唔明啊？即刻講起我做咩？你做咩？識你咩？咁樣嗰啲咯，係咯。Anyway， so what you feel like is you feel like you are a decade younger。你覺得你後生翻好多啦，你覺得你皮膚緊緻翻啦，瘦翻啦，唔係聽眾。跟住你覺得自己靚咗咯，好簡單，即係唔係出咗去做 facial 啊，打咗 high 符或者做咗啲乜嘢啊，或者係打咗 botox， 我完全冇。但係 apparently 我而家唔似大媽咯。Well, this is what I'm trying to say。因為如果我似大媽 ，this would not have happened。OK。跟住我媽聽落應該好開心，就話：唉，我個女有豔遇啦，終於可能有機啦咁樣樣。But anyway, the point is,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you don't only feel great, you actually look great, okay? And 你唔係喺自己即係探長嘅世界裏面嗰種自戀，覺得自己好靚仔，而係啲人俾你嘅反應係 reinforce 咗，原來係真係有個 difference 嘅。即係我睇翻我以前。同探長做節目嘅時候，因為佢叫我唔好化妝、唔好扮靚、唔好成咧，我睇翻其實我可以 post 翻啲相出嚟嘅，係好肉酸嘅嗰陣時真係。但係而家我係冇化妝，我又唔覺得好肉酸咯。你明唔明啊？即係 and 你自己覺唔覺得咁樣可能心理作用啦。但係我點樣提我頭先講嗰啲 experience 咧，就係 somehow 係一個 reinforcement， 即係喺一個確立話俾你聽，其實你唔係幻覺咯，原來係真係有用咯。咁依、這個時候就會話俾你聽點解咯。其實我啲 notes 咧係喺曬電話度嘅，所以好大鑊嘅。我今日我想講好多嘢咧，係講唔到，因為喺曬裡面。但係咧，我想講樣嘢咧，點解我哋嘅祖先狩獵時代嘅祖先唔食蔬菜生果冇事？點解哈佛嗰位人類學家 Stephenson 佢係可以？在北極咁耐冇食蔬菜，跟住俾人困住做實驗，冇食蔬菜都冇事啦。原來當你嘅身體進入咗0.5至3 millimolar 呢個情況 ，OK， 你係完全可以話係接近零咧嘅 oxidative stress 嘅，
即係咩意思呢？有聽眾問過我嘅，我之前未答嘅，就話當你嘅身體用 glucose 葡萄糖作為燃料嘅時候咧，其實佢好似以前用煤炭作為燃料，係好污糟嘅，即係咧會有好多灰塵啊、好多煙啊產生嘅。所以當你嘅身體如果用葡萄糖嘅話咧，其實佢產生咗好多所謂嘅 oxidative stress， 即係遊離機或者叫自由基，即係一啲好唔穩定嘅。好唔穩定嘅粒子，佢不斷周圍撞咧，去偷人哋啲粒子，即係替死鬼咁樣。嗰啲咧就係令到你老化，令到你嘅細胞 DNA 受損嘅。OK， 但係原來咧，當你嘅 BHB 即係 beta hydroxybutyrate 即係血酮啊，喺 0.5 至3呢個水平，即係我頭先係啦，我 1.8 啊嘛嘅話咧，依樣嘢係唔會發生嘅。OK。是沒有這些所謂的 reactive oxidative stress， 沒有這樣東西的，即是 free radicals， Alan 說得很對，是啦，沒有這樣東西的， it's clean fuel， OK， 我有些 reports 的，記住呢，我說的東西呢，我不是就這樣憑空捏造的，我是因為我 study 了，我看了有這些 reports， and 是一 team 的科學家經過臨床實驗證明是真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譬如在白老鼠的实验里面发觉生酮的白老鼠是长命一点的，不是长命一两年，是长命讲的三四成 of 普通的白老鼠，即是如果普通的白老鼠是讲的五岁的话，生酮的白老鼠是讲八九岁，即是一个很大的 difference。 所以为什么说譬如说我们讲地球上面长命的地方呢，地中海啊 ，OK， POP 啦 ，OK， 例如广西巴马啦，例如印度山区啦，例如冲绳啦，或者成个日本啦，你可以当系因为佢哋嘅油脂嘅 good fats 嘅 consumption， 即系佢哋饮食里面好嘅油脂占得比较多，比其他嘅文化嘅饮食方法系得多，好油脂占得多，所以佢哋吸收葡萄糖相對少了，第一。第二就是即使有葡萄糖都好呢，是減慢了那個升糖值的。OK？ 那當你油脂多了，升糖值慢了，即是不是完全 keto， 但是接近 keto 的狀態，他們都已經長命了。所以科學家現在就嘗試，或在白老鼠身上面嘗試用 keto 呢，是長命一大截的。同埋咧，你發覺咧，你打一啲有毒啊，或者細菌或者咩落去咧，佢哋基本上可以話係百毒不侵，因為就係血酮，就係 beta hydroxybutyrate BHB 嘅作用嚟。因為佢係無孔不入，佢除咗係可以入到你個腦，供給俾你個腦用之餘咧，更加神奇一樣嘢就係佢可以直接入到去任何細胞，提供。俾 mitochondria， 記唔記得我講過呢個字？線粒體俾佢直接用作 ATP， 即係 BHB 咧，血酮可以直接入去任何一個細胞，佢嘅發電廠裡面俾佢直接生產電力所用。OK， this is huge， 因為呢個其實係人類本身嘅保護機制嚟嘅。你嘅身體唔食嘢嘅情況之下，佢就可以抽你身體裡面嗰一連串嘅脂肪鏈出嚟，就係咁樣用。而點解啲人話斷食啊、辟谷啊，會覺得哇，即係個人好精神好好啊、排毒啊，跟住會覺得咧成個人唔同曬啊 ？Well, this is it, man. This i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t's BHB.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you want is BHB. BHB 掹咗出嚟啦 ，OK， 入曬細胞啦，供咗俾你大腦啦，去咗俾依個。你的 mitochondria， OK， 細胞的發電廠生產完電力出嚟，第二輪咧就變咗 acetone acetate， 即係尿酮啦。OK， 明唔明白？跟住尿酮的代謝產品先變咗 acetone， 即係氣呼吸的氣酮。所以要 check 咧，就好似我頭先咁樣樣咧，爆缸捱一捱。Okay， keep 住喺 0.5 至 3， 你會覺得你係宇宙無敵嘅。Okay， 比甄子丹咁樣。Okay，
講到呢度啦，拜拜。